做在我云林口湖吼、哦，因为阮迄一早是一个主管的引导、嗯，然后你知道叫他，阮去个引导，伊讲叫阮去创啊，去搬土豆，哦，烤几个，你叫阮来烤土豆，伊讲烤烤的，恁来家己炸倒转哦。我讲哈，唔是互阮烤耍的，后尾啊，哎。他是连那个叶子，连那个嘛，然后就是烤烤。没啊，员工因为这样手定，因为他已经挂挂，然后叫阮提来等。哎、欸，那个他那个土豆真的够加，就是拿回去啊，我妈都用，他只有用煮的，他没有炒。他说那个要炒要剥开的，他说蛮麻烦的，然后所以他都用那个的。做几干？嗯，这土豆做几干？对，烤完土豆炒牛肉，好不点点。拌土豆你就拌那个。对啊，啊豆豆我唔惊，烤个大个臭啊！啊豆豆啊，烫豆豆啊，迄个。哎，那个望一眼望过去，全部都是进口刀哦。啊，我们以为只是叫我们去玩而已哦，讲慢慢的，慢偌济啊，提都偌济东西。然后那时候，我们那主任的后车厢整个全部都是拖刀。啊，所以他们那边出拖刀。吃头刀，我们有吃炸。一炸系列盛隆啊，嗯，彰化也很多朋友，云林啊，都到处玩，他每次都住朋友家里。啊，住人的家里。对啊，三餐也都吃他的。有啊，对啊。啊，因为以前。